人这一生究竟该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，还是和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呢？无论如何，都要和打心眼里觉得你好的人在一起，能够看到你的优点并肯定你，在你不够自信的时候给你很多夸奖和信心，看你做什么都觉得可爱。为何？人是会在爱和夸赞里越来越自信的，一定要远离那些否定你让你陷入自我怀疑的人，即便他们打着爱你的名号，那也是在消耗你。当你被真诚地爱着，如果有人泼你冷水，没关系，爱会把冷水烧开，泼回他们脸上。